NETSP 188无线门磁警报器，专为防盗设计，只需安装两颗四号电池，打开电源即可使用。报警器背面附有背胶，只需撕下背胶纸粘贴在想安装的地方，并确保报警器上的纹路对齐，打开开关即安装完成。报警器的音量大小，经实际访问本人后，确认音量为110分贝左右，可安装在音箱上、门窗上、抽屉等地方，有效达到吓阻效果。